对不对？就这样的，就这个钥匙这一块填完了啊。好，感谢。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下他加热的时间。刚才转过账那个阿珍，你把具体的姓名电话给我说啊，你这个不具体，好吧？还有刚才这个不在意的在意，你这个收件人是啊、哦，这个还行。来，所以加热遍啊。地址填清楚啊。我加了一个五分钟，一个两分钟，总共加了七分钟啊。看到没有？来拿着点，我先检测。现在重点啊，我不会告诉你们加热多长时间，我只能告诉你们加到九成干。告诉你们怎么检测你头发加到九成干，看见那个水印了吗？你就放那里行，你近了就看不清。别反光。告诉家人们怎么检测你们加热到九成干了啊！这爱心它还没1W呢，散货，三用。大家把爱心给队长点。咱大队的人都知道了啊，咱大队人都知道了啊。我看咋点不了？三用。大家把爱心点起来吧，要不然队长又生气了啊。我没生气，我生啥气啊？因为本来想让你们看那个加热的，对，这是我们V8的核心内容啊，就是加热的，包括以及烫发的调配钥匙都是内容。你们把爱心走起来好不好？不要求送礼物了，你们把爱心走一波总得可以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看队长在这一丝不苟的给你们讲九成的水分，咱家人都知道了是吧？我们加热九成，咱线上的家人们知道。再来一分钟啊，线上的家人都知道怎么加热，看九成的水分，填平经验。但你那个经验不精确呀，对不对？撤棉了，我跟你说已经拆棉了，什么什么加热呀？我跟你说，现在60%的人都是凭经验啊！现在什么年代了？数字化、互联网的时代，假头跟真头有区别吗？当然有区别了，因为它假嘛。放大镜干嘛用呢？和我们家人们知道怎么用的吗？线上的家人们，你们知不知道怎么用的？感谢加入粉丝团的家人们啊！感谢加入粉丝团的家人们，粉丝团我们等一会儿要送吗？刚来用什么调药水啊？已经讲完了药水调配，已经讲完药水调配了。现在队长在插杠啊，知道，对，我们线上的家人们都知道，因为我们线上课都有讲，我们线上的内容都有讲。对，你把这个地址发给我不就行了吗？检测水分，对，看水分，对，感觉这是在考古，用个放大镜就是考古了吗？对，必须考古，因为你是研究专家，因为你是发型的研究人，明白吧？你今天学习，明天学习，你今年你烫发还是用去年那一套，凭什么你给顾客要高价位？顾客去年烫的是298，今年还是298，为啥？因为你用的方法是一样的，认为对的给我打个对。你别说你出国了，出国回来你还是用这个老方法啊？扔队给我打个队，该换套路了。放大镜看水位干不干？对。来，认为我对的，给我打个队。你今年去这家学习那家学，你学来学去回家给顾客烫的发量流程是不是还是一样的？你凭什么告诉你技术提升了？顾客要的不仅仅是结果，而且还是一套专业的流程，因为他烫头发烫了有好几年了，对吧？你该换点新方法、新花样了。对， okay， 我的数据烫发不仅仅是烫发，我说了不仅仅是烫发 ，money， 你烫完就让顾客直接锁定他，烫一个锁一个，为什么？隔壁老王不会，你全程独一无二。对，啊，这个方法我们都有教到线上的学员啊。对呀，放大镜有吗？没有吧？他只有吗？他只有吗？没有吧？数据有吗？没有吧？话术有吗？没有吧？那就还是老样子呗，那是还是收那个价位呗，对不 对， 对，啊，那你光说你技术好哪好吧，我看你烫的还是一样吗？李林熙收到了啊，你把姓名电话地址发给我，我不说不代表这。